这个是用 Arduino 加上 LCD 模组做的时钟。那首先一开始是在设定模式里面，可以用上下键来设定时间。那现在先设定小时。啊，为了让 demo 速度可以快一点，所以我们从23开始，然后分钟的话就到59，然后按 Select 确定。它就会开始跑。那等到它到60的时候，就会自动进位。OK，可以看得到，它会直接进位。然后如果要重新设定的话，就按这个 RST Reset，这样子就可以重新设定时间了。OK。